祝你身体健康，不要被传染了哈。我们今天叫小咖秀，什么意思？就比平常我们的乒乓演出要便宜，便宜多少钱？没有大咖你这样。嘿，这哥们儿真很好啊，要便宜，便宜多少？便宜20块钱对吧？哎呀，你们这个消费水平啊，你们知道这20块钱差在哪儿吧？就差在笑点上面啊，就缺了20块钱的笑点啊。第一排的观众，哎，第一次来吗？三位是朋友，三位，谁第一个知道有我们的演出的？你买的票吗？对，我买。你牛逼，你做什么工作的？我学生。你用爸妈的钱请两个男人AA 制哦 AA 呀、啊、A 给你了吗？ A 了 A 了啊。您是单身吗？对，看出来了。其实不是 AA， 是 AAB。 为啥是 AAB 呢？因为我舔了个 B 脸来的。你牛逼好了。就会有这种观众觉得，哎，我能够理解大家的想法，对吧？就看脱口秀的路上就想，老子今天要想一个梗，羞辱一下这帮脱口秀演员。哎，你问我怎么来的，我舔个逼脸的。哎呀，放松就可以了，挺好挺好。我觉得我们互动可以多聊一下。哎，姑娘，您是一个人来的吗？亲爱的，怎么了？没有朋友喜欢单立人，不过我也。朋友喜欢单立人，除了你以外，真的就你是品味最高的了。朋友都喜欢什么？聚餐而已。哦，朋友比较喜欢有钱的，那就是。你的消费水平就停留在80左右。我觉得啊，你应该多叫些其他朋友，比方说舔着逼脸看电视。我看你们那个比赛，我是冠军，也就混到这个逼样子了，就停留在60块钱到80块钱之间浮动啊。我看到这里哦，我可以叫那个这里哥哥，可以叫您哥吗？哥您是第一次来看演出吗？我是。哦，我是啊。是。哥您家什么地方的？我叫咱农河的。哇，听着一脸淳朴的感觉啊。谁这里谁带您来看演出的？我您是？对，我是他女儿。闺女，你咋想的？你知道我们有多少演员有吐槽父母的段子吗？哦，我明白了啊！你讲的那些段子啊，你不知道那些催婚啊，真的太他妈烦了啊！你看，不是我一个人这样想的。要过年了啊，你懂的，那就挺好。闺女、哦，真的是对吧？闺女工作了吗？哦，没有，我还在上学。啊，你提前铺垫了一下对吧？在哪个学校学什么专业呢？哦，我在北外学英语。北外学英语。对。北外学英语，对，叔叔，您对闺女这个专业还满意吗？嗯，很满意。是你选的对吧？您用英语介绍一下呢。哎，叔叔，先提前给您讲一下，就因为您第一次来听嘛，他可能会有一些小年轻，会讲些段子，有点冒犯性，叔叔阿姨不要介意，好吧？然后呢，可能也会有个别。可能啊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没有审稿，可能有个别黄段子。我看叔叔笑得好开心啊。叔叔那个感觉，老子就是冲着这个来的。但有可能没有啊，叔叔，如果没有不对钱好吧。谢谢，希望能够享受今天的英语。我也学英语的。哎呀，你们三个呀，真的啊，下次上台好吧。学英语的几年级了？大三。在什么学校呢？你是我编的一个专业是吧？还有特别小朋友，哎，这里还有，哇，今天我们高大上了啊，看到没有？60到80，还有什么外国友人？您会中文吗？会对吧？您方便问一下，您是哪个国家的吗？啊？河南吗？河南英语应该也还好。他们有很多河南的梗，你别介意。说河南人口井盖，不是说你们啊，不要介意。希望您能够听得懂很多梗，好不好？您英语还可以吗？来做一个自我介绍。我河南环境。对，我觉得大家要放松啊。虽然我们钱花的不多，但是今天晚上大家放松下来，享受今天晚上演出。两位是一起的吗？结婚了吗？刚结啊！
哇，看你一脸苦大仇深。结了多久了？结了多久了？两个礼拜。两个礼拜，谁求婚呢？还没求呢。不刚结吗？程序是反着的。渣男。哇，你看那个叔叔露出了那种鄙夷的脸，还程序反着了。叔叔那种老话就叫做线上抽空买票太贵了。所以应该是领了证了，对吧？对。两位交往多久才走进了婚姻乐店吗？7年。哇，就真的养都不行了。你做什么工作的？培训。培训，培训哪方面呢？教餐饮老板做生意。教餐饮老板怎么做生意，不应该教他们怎么做菜吗？管理类对吧？现在有一个自己公司的名字，或者培训了哪些比较知名的餐饮企业？西贝。西贝知道，你们有西贝的优惠券吗？其实我应该不用花钱，但是一个公司。你知道啥名字？来，大家记一下啊！那比这个装逼还厉害。来说一下自己名字。我叫贾浩。还是哪个号来着？为了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，这一条视频我准备做一个抽奖，但我不知道具体应该怎么抽，所以大家就点赞就可以了，我会在点赞里边。